微博香港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咏诗，我是林怀玲。即使面对各种困难，即使生活不是好像我们预期那样，我发现音乐原来可以改变一切。其实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做我们的演唱的，接着到有一天我们真的、都是正常 training 的时候，接着就见到劇組他們介紹你的演唱就是劉德華先生了。因為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拍電影、真的我拍這套戲的時候是第一次去 casting， 所以整個感覺是非常之新鮮刺激，但同時都會有一點都會有一點害怕，因為都 很陌生的。其實在戲裡面我們的造型都是很貼近我們那時候讀緊書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其實幾乎是素顏的。其實每天那時候我即一個16歲每天上學的覺得素顏很正常，反而其實我是做完這部電影之後拍攝其他東西的時候發現原來要化妝的。請大家支持熱血合唱團，戲院見。早的時候我們希望找個素人去做這個角色，後來我想想他們又在那裡哄我，就叫我、你一定要去學做指揮家，因為你好像指揮家。